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置业的 Cindy。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孚新村的单位呢？美孚新村是香港其中一个蓝筹屋苑，它的楼龄虽然高一点，但是看看下就会发现这里性价比极高，交通又方便，一落楼就会有巴士、小巴、地铁，还有西铁，方便大家来往各区。而美孚新村屋苑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单位入面的间隔可以灵活改动。咁我今日呢带大家来看一个比较罕有的放盘，它是一个大单位来的。首先呢看看这个 lift， 虽然呢这里有44年楼龄，但是刚做完翻新。这个门口的风格呢都挺特别。好啦，介绍一下今日看的单位先。这个单位呢是位于美孚新村白旗百老汇街的一个四房双套加工人房的单位，厨房非常阔落，而这里的实用面积呢是1373尺。这个单位呢有两边厅，前面这个呢业主间了做工人房，采光度十足，完全不用开灯。哇，这个露台超大咯，可以坐在这里一路吃早餐一路欣赏风景，做瑜伽应该都得啊。望着这个景观呢，心情都特别舒畅。好啦，我哋睇咗第一间房先。间房间隔是正，景观呢同客厅一样，都系望住荔枝角公园。业主做咗个入场嘅大衣柜，这里是一个客厕，业主都装修得挺漂亮。我们来看看这一间套房先。这间房大到可以放到张 queen size 的大床。望下个景先，都是跟外面一样望住这个公园，绿油油的景观，入场的大衣柜，这里还有个窗，望返曼克顿山这边，景观都好开扬。套厕这里呢采用了浴缸的设计，而且是明厕。这个洗手间刚刚看过了，它是企缸来的，淋浴的。这间细房应该给小朋友用。这三间房的景观都是一样望返这个公园。全部间隔都是一样方正实用。门后面这里还有一个储物室。个客厅真的非常之阔落。放完梳化电视，饭台都仲系有好多位。带大家睇埋后面呢间套房先。呢间房都有个入场大衣柜。个厅真系大到呢，如果有小朋友可以做个儿童玩乐区。业主买了地板回来玩。打开这个窗给大家看看。打开这个窗之后呢，空气流通了，好舒服。
好啦，今日咧带大家睇住咁多先。如果大家想揾楼嘅话，欢迎你哋随时联络我。我叫 Cindy， 下次再见，拜拜。